坐。你紧张吗？有一点。第一次参加这种就是整季的，对对，嗯，还好没关系了，我们也不会聊太八卦的东西。嗯，现在是两个吗？还想要再多一个吗？一切敏感，万一我敏感的问题，我就这样冲着远方那个喇叭这样说。目标是几个？我觉得第三个随缘，不排斥。反正你越生越美，真的，这个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障碍，越来越美，越来越美。但是我是觉得，因为一回生二回熟嘛，第三个我觉得就会已经有个 SOP 了，所以不担心。嗯，对。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发胖过。嗯，没有，而且我还是以前是胖的，越生越瘦。